bless. 加油！加油！这个不知道打几次。Despite efforts otherwise, 这个是妹子，还可以。加加加，妹子加。对，火焰，然后我又有绿色的，那应该是的、啊。就打赢这次以后，绿色门就会打开了。最后信仰标题，这叫标题回归。就现在有个新词叫标题回归，就是有些游戏它会取个名字。那这种行为叫标题回归，就是它游戏叫那个最后信仰，然后他把这句话讲出来了，就是标题回归。像赠送狐狸也是啊，就到有一集赠送的狐狸，哇！应该会有后期棍，哎、欸，没准备后期棍。我看有没有看错啊？这个先打，对吧？阿弟送是后期棍。那但是那是猎人太难了吧？不是这个难度差太多了吧？不是，这难度真的差有个多的。我刚才打的是人形怪棒，是整只地狱，整只那个。啊、这跟低能儿差不多，这什么？不是难度也差太多了吧？这个初级级过关的、欸，这是新手怪、欸，新手怪。那么，他游戏的那个，哎，点击了，好，对不起，我太小看他了，对不起。你还搞半天是那个。我要上球，我刚刚要那个发表是，这样发表是那感觉，因为那个是我想来的。哇，这个要观察一下，这没弄好，我那个被送回家了。不要，失误不要太上球。他都还没展现实力，打慢一点，哇，这什么鬼啊？他应该会有个下冲动作，应该会有个什么东西来那个，我就知道，但我真的是经验丰富哎，我没看过那招，我就知道他会做这种事的，所以闪半天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下冲，小跑跑跑跑，跑，我先被那个，哇，先跟，变台五道五条五格，变成五台三了，我就知道我这样子，我顶 JPG 了，这是顶 JPG 了，我就知道我这样子，顶 JPG， 好了。跑，跳，这个千万别弹倒。哎，一路在打我的，他、哎、又来了，真不行。哦，这个，哎，补水深很难抓哎。来，跳起来，砍成刀，哇，无处可闪的。这个无处可闪，冲刺！哇！完蛋了！这个状态错杀了，哇！完蛋了！这个过太爽，怎么那么太嚣张了？
这个是又来了，这个要跑了。怎么吃海的？海半天，我他妈灭天海，怎么那么吃海吃海死？结果呢，吓死了，开心了哦，吓死了，开心了吧？大意了吧？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很高厉害。他冲过来，来，把他把他把他挑起来，出剑，这一局把我击倒，还是可以的。好，现在开始抽皮，我就不信有三段变身，我就不信有三段变身，三段变身我就服了你。